Hello，各位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 TJ Abel。这一节课呢，我们学习 HSK6 第六单元下册了啊，趣味世界 The Fun World。大家吃早餐没有？我起宅呢，起床以后呢，就没太多时间，然后接着跟大家录课 Brunch。和午饭、早饭一起吃吧。我们来看到21课的 Lesson 21，未来商店 （Future Shops）。我们首先来看到 Warm Up 部分。Warm Up 一，你喜欢网上购物吗？网络购物或者网上购物？你觉得未来商店会是什么样的？实体商店还会存在吗？谈谈你的设想。我特别喜欢网上购物，我不太想出门，总是宅在家里，我是个宅男，宅在家里，at home，stay at home，在网上买东西非常方便，动动手指，click the keyboard，can finish it。未来商店会是什么样子呢？哎，在深圳啊，在深圳，it's very convenient. We can order dinner online，我们叫点外卖，点外卖。30 minutes。Can deliver，就会送到，30分钟就会送到。现在在网上购物呢，一天，快的话一天就可以到货，比如说京东如果是，非常方便，京东、淘宝、天猫大家听过吗？中国的物流非常方便，非常快。实体商店还会存在吗？我觉得还是会存在的，毕竟的话呢，从网上购物，像一些急需的或立马要用到的实体商店还是非常方便。下楼，到旁边的社区就可以买到，会非常方便，非常快。我觉得呢，也还会存在，网络购物和这个实体商店都会同时存在的哦，那未来商店呢？哦，看一下啊，未来商店，那我打几个字出来吗？我觉得未来商店，会是什么样呢？未来的商店，就实体的未来商店哦，无人商店。现在也有在实践了，就没有这个输赢员，没有工作人员，你进去呢，人脸啊、支付啊，都是由什么 machine 操作的AI 操作的AI machine AI robot，然后呢，物流非常快。会派送，支付呢会刷脸、指纹，不用付现金，no cash，right？那还会什么呀？支付、物流，没有工作人员，找还非常方便，AI robot，AI。AI 机器人assistant 会协助你找商品呢，会非常方便。你到一个商店里面去，哇，这里看一下，那里看一下，哎，你直接什么呀？Ask the AI robots，哎，我要，就可以了。我要，那马上我要什么？我要一包洗衣粉，
它就出来了。我要两个苹果，它就直接就answer. You needn't to find, to search, right? 这是我的一个设想，imagine。现在已经差不多会实现了，对吧？好，我们来看到这个。我们 up to 想一想，下列词语之间有什么联系？有什么联系？关于学习词语呢？TG Apple 告诉大家，一个字你要理解它的意思，它的词语呢，就有联系的 connect or some relationship。比如说体是什么？身体。体积啊，东西体啊，stuff。So，实体商店，网上商店有什么不一样呢？Online 啊，这里有一个 store，a real store 啊，实体的本体，个体。比如说，这是我按的这个就是客体，受我的动作影响的，我是本体，个体是什么呢？跟集体，a group 这是个集体，a team 是一个集体，个体是 personally 全体 everybody 球体，s or s。Mother S 是一个球体，一个不规则的球体，群体，这样一个群体，那一个群体，大学生群体，留学生群体，对吧？团体team 团体，物体这是一个物体，这个物体叫做手机TGF 有两个手机，喂，嘿嘿，整体的 whole 部分 a part 整体主体，这个手机是主体，这个线充电线总体来说总体来说 in conclusion 总体来说总的来说，这个手机还是挺好用的，虽然这个充电比较慢，这个耗电也比较快，但总体呢，它还是非常满意的具体来说，in detail，具体的说呢，这个东西这个手机还挺不错的。具体来说呢，比如说拍照非常漂亮啊。反应也非常快，价格也比较便宜具体every part 具体，我们来看到奔呢就是跑 run fastly，so 奔走表示什么呀？比较忙，奔走，奔走在各个城市之间忙我们的业务business。奔跑，run fastly。奔驰，骏马奔驰也是一样的，驰也是跑，非常快。奔驰呢，奔驰宝马，德国的汽车品牌，奔驰，奔忙，奔忙。你最近太奔忙你的事业了，你要注意休息。奔波劳累，奔波，也是一样。为了自己的事业奔波，为了自己家庭、孩子、老婆奔波，劳累，奔腾，奔腾，骏马奔腾，腾呢是跳起来，跳起来，马奔腾在草原上，飞奔，
表示这个速度是 speed，非常快，飞奔、狂奔啊，狂奔，疲于奔命啊，为了工作啊，疲于奔命啊，为了家庭疲于奔命，那么为这个事情呢，非常劳累，疲什么 tired。频啊，频是什么呢？频这是，这是个屏幕 screen 呀。那触摸屏呢？触摸屏，哇，这个就是触摸屏，来，这个触摸屏哇，触摸屏坏了很贵的啊，摔坏了触摸屏要去换，会很贵啊，屏幕啊。荧屏，那这个 PPT 投放在这个荧屏上面，荧屏显示屏，我们手机有显示屏，电脑有显示屏，啊，把显示屏呢调亮度调低一点，啊，伤害眼睛呢，啊，宽屏，哎，屏幕比较宽，啊，窄屏，哎，窄屏。窄屏，非常什么？long，屏幕 screen 能 can 能力 ability 啊，性能啊，性能功能啊，都差不多的意思啊，功能 function，智能呢啊，AI 智能。智能非常technological 职能，你的职能是什么？作为一个老师的职能是什么？你在这家公司的职能是什么？CEO 啊，CFO 啊，manager 啊，本能。本能上，本能的反应，你打我一下，我立马就缩回来。本能，吧？才能，ability 才能，你很有才能，you are talent。机能啊，机能啊，这个机器的性能，机呃嘛，机能呢，功能差不多的意思啊。那侧重于什么呢？A machine, the function of a machine，技能啊，技能 skills，效能，这个效呢，表示效率、有效果，这个效能怎么样？这 effect 选怎么样？全能，almighty，全能的 God，全能的神，全能的上帝，万能。啊，thousand function 万能的，什么都能够，万能的充电器啊，表示很多的功能啊。无能，who's not，don't have，没有能力，无能。低能的 no，low ability 低能无能表示什么？这个效能非常低啊，没有能力或者说。OK，这是这个根据一个字啊，去我们学习一些词语啊，叫组词啊，这样呢会学习的更有效果，这是一种很好的方法，大家一定要去用，好吧 ？OK，is the lesson today. Next, we'll learn text. I'm TJ Abel. See you. Bye bye.